彰化县政府23日在县府3楼简报室召开第390次主管汇报。会中，竹博园县长除督导指示各局相关业务推动外，为落实有感施政，彰化县政府办理多场基层及教育座谈会，成效良好。卓县长会中特别加冕。最近社会处以及教育处两个单位举办了与社区联系汇报还有学校家长会的分区座谈会这个效果非常的好也很成功那请各单位呢比照我们社会处以及教育处这个成功的做法能够各局处加强与基层的联系沟通互动的机会让他们了解我们县政府在做些什么也让我们县政府的同仁了解基层的需要这样施政才会有感才能得到民众的认同。因应暑假期间，卓县长特别指示相关单位严防县内海域溪流，溪水安全维护宣导，落实青春专案执行，以保障青少年学子暑期安全。现在是暑假期间，也是夏日溪水的旺季。那近日其他县市频传溺水的事故，请消防局继续主政做好相关防溺宣导、警示、警戒、重点巡逻等各项工作。我们今年应该以零事故为目标，落实相关的事项，有效避免预防溺水。青春专案执行落实各项应有作为，横向联系及行销宣导，能够确保青少年在暑假期间各项的安全，积极提供青少年优质成长的环境。那在警察局呢历任局长的努力之下统合各单位积极执行，都能够名列前茅我们最佳成绩拿到全国第二名那我们请警察局能够延续过去优良的传统做好横向的联系。公益频道徐世昌彰化采访报道。